是让大家可以把这个独家的照片，专属于你的照片给带回去做纪念。那现在我要请呢，1号到20号没关系，都直接往我们舞台右手边的方向。好，那我也请人员帮我收一下我们的麦克风。待会就有请三位展现出你们拍照的魅力了，跟这20位的幸运粉丝一起来做合影。